我们现在做一个视网络的视频，那个大家好啊，现在我这个在这里做个小短小的视频。今天这个现在天已经黑了啊，首先呢，我跟这个华美这个沈先生啊，沈先生他就管我这个大家一起呢，这个民以食为天嘛，所以说我们大家都很尊敬这个沈先生。上一次呢，在夕阳红那个活动呢，我就赞那个吃那个吃鱼呢，就点了个赞，就把这个事情这个高高兴兴的就给沈先生提出来了。沈先生就我就说呢，吃鱼比吃肉好。有人认为呢，是现在鱼呢有毒啊，或者海水有毒，或者是也有什么出现什么吃鱼的不好的现象。但是总的来讲，从医学上来讲啊，老年人呢吃鱼容易消化，鱼的鱼蛋白是比较容易消化的。那杂鱼呢就稍微差一点，但是它去那个腥味嘛。啊，我是在海边长大的，所以不管是从台湾也好，香港也好，深圳也好，都在海边。所以呢，吃这个鱼呢比较多一点，啊，这个也不是什么。今天吃鱼我也很高兴。我本来明天呢就说天气冷就不去了，但我今天刚才看到这个沈先生这个通知，明天是什么葱油鸡炸鱼排食材，这就和那个上个礼拜四和那个差不多，和那个那个夕阳红吃的呢差不多。我这个人呢就是有点馋猫一样的，我就再去一趟吧，再去一趟。那个星期四呢，人家这个青松社也说是同样那个这个食谱，我也很高兴。我星期四我还去，星期四为什么要去呢？因为我答应，星期四是答应人家的。这个呢星期三呢，明天这个事情我可以不去，因为我也很忙啊，我准备写一些东西啊，特别我今天忙了一天，我这个打了个包没打完，给那个把我那个伴手礼这个包啊，那个没打完，所以我心里呢就明天就有点发毛，因为我这今天事情没办完嘛，时间就是今天。我这个人这个比较讲究的那个，你看有时候爱开玩笑，但我对时间抓得很紧，有的时间呢浪费时间就容易浪费生命。我那个今天呢我在那儿，大家可能看没看到这个，我为什么呢？我这个是心脏关怀呀，心脏中心，他心脏中心呢画了个心脏，这是个心脏。这个血管，我的血管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架了个支架，还有在这个地方在堵的地方架了两个支架，架了这个两个支架呢，我就应该说是应该收敛一些，别再那个太猖狂了，将来会有时候再出现问题，再加一个支架，再加一个支架，这样就不好了。但是呢，活动里也有好处，对我来讲呢，就是不能过量，所以我呢还是，我把我这个身体情况呢，告诉一下特朗普，因为所以我就把这个就送给他，然后那个让他，就是说我呢，有点这个，我虽然比特朗普年轻的一岁半，但是呢，我的心脏不太好，但是我呢，表示呢，鞠躬尽瘁，苟利中美的关系呢，生死以期，不会因为一点小事情或者受了委屈，祸福啊，必趋之，就，苟利国家生死以期，因祸福必趋之，我是不怕任何困难。孤单孤独也好，所以呢我会帮助特朗普来解决台湾问题，
也帮助特朗普这个跟那个共和党主席呢，又罗伯逊那个侄女呢，又给我发那个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希望我能够在马里兰地区呢，为共和党呢，或者这个将来这个参选竞选呢，做一些造势的活动。我呢，我这个人呢，这个本英语就比较差一点，这个出面讲话我倒是不怕，但是讲汉语这个我是倒不舌战群儒都不怕，但是呢，讲英语呢我就差了一点，就自残呢，这个比上不足，比下。也不是说，我只能够只能够应付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我还觉得他基本上是可以，但是真正要是，要是也政，特别是一些政治话题啊，这个演讲，我这个人呢就从我就在中国大陆的害怕谈政治问题，我就是一个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就是。讲究怎么样的给企业赚钱，给公司盈利，把大家人事搞好，把教育培训搞好。但是呢，在这个方面呢，我确实是很这个很幼稚的。大家这个也看到我这个在华美当中表现，但是我有个想法呢，我首先呢，我要。我既然是华美这个老年协会出来的人，我也那个10月6号呢，CJCC 他们也邀请我去，然后呢这里呢，反正我呢就这都是老人，我是马里兰的老那个退休人员嘛，所以就是新美国华人，我会尽我的力量。在这个两个地方，华美这个五个下面有五个社区，因为星期四五就跑这个社区嘛，这个就像那个当官的那个到基层去走基层一样，我本来就是在这个马里兰这个 Garrisport 这个鸭子湖这里住，我的基层就本来就是鸭子湖这里，但是为了这个做给自己造点事呢。我也就跑一跑吧，我华美这几个五个社区，我希望都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今天呢，到那个长春社区呢，长乐社区呢，我感觉呢大家对我还蛮客气的啊。我既然是那么的老顽童一样的，大家对我还是手下留情，刀下留人，所以把我给。弄得我这本来我就想着这个破罐子破摔，结果呢大家对我还挺呵护的，这受宠若惊啊，受宠若惊的情况下呢，我本来明明说的收敛一点吧，这叫做后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不明天不去了，哎呀，显然另外呢那个我是小李呀、啊。小李的那个也做了个哈罗宾那个视频，也给他看一下。这个没关系了，明天我再辛苦一下，再跑一下。我呢，我在这里呢，我这个邻居呢，我这个关系也比较好，楼上楼下管理处，那个董事会的什么都管理比较好。今天呢，我就给我那邻居呢拿了些我太太在地里种的菜，就给他们。这个我们这同一层楼的那个，原来他一个就是搞也是服务员嘛，那么他你感觉礼轻人意重嘛，君子怀德，小人怀利嘛，大家老百姓都讲的一个民以食为天嘛，所以呢我就把一些菜蔬菜就给他们，莲花白呀、还有那个洋葱啊。一些水果，这就是搞好邻里关系啊，远亲不如近邻嘛，所以邻居关系呢，我会处理的比较好。我这个人呢，
是一个脚踏实地干事儿的人，啊，我不喜欢啊，这个就是光拿文凭啊，就是凭着文凭啊，这个扶摇直上，啊，或者我是个大学生，我是个研究生的话，就是这种，我看你的办事能力，你办事能力啊不行的话，你的大学生毛泽东就是说呢，你大学生还不如个老百姓，会办事，啊，精明简政就是李景明提出来的。所以呢，像这样的我也会，我也是在这里呢，我有一套一系列，叫我们这个搞这个企业管理叫系统工程，啊，叫系统论和控制论，啊，所以呢，我就那个把这个这个教育啊，就懒人才啊，要提供了两个双引进的懒人才。第一个引进呢，就是中国大陆的人才；第二个呢，就是台湾的人才。美国都应该把它吸引过来，招商纳探，啊，不愿意在大陆待的，或者从大陆里的本来的群，就像李明迪一样这样的，挺好的地方，自己犯了错误，待不下去了，那不要捡起闲钱啊，啊，美国的把这些人才都把它收拢过来。这个呢，就是利用这个剩余价值边际效应，嗯，发挥作用，为美国的建设美国来发挥作用。所以呢，啊，我想我这个计划呢是比较具体的。有一句话说呢，行胜于言呢，就是行动呢比啊，就是一个行动呢比100句空话都讲来得好。所以我光有行动还不行，我必须从我的身边做起，从我身边的小事做起，从我给大家照的每一张相做起，从我给大家啊，就参加的每一个活动啊，尊重的每一个人做起。今天咱们这个张佩英就说我的心胸开阔像大海一样，他说我不会计较任何人对我的冷嘲热讽流言蜚语。我说你才说对了，我别的全身都是缺点，我就这么一个优点，宁肯天下人负我，大海不负天下人，所以呢，啊，为了不，你看，冼先生啊，我看这冼先生这个出这个告示呢，实际上是给我一个面子。我觉得他出这个话有这个鱼牌，我相信呢，大家有很多人不愿意吃鱼，啊，但是有这个葱油鸡啊也很好。但是为了给冼先生，因为冼先生听了我这个建议呢，我这很受感动。所以我一定要给冼先生呢，啊，这个面子和脸子，啊，里子，我明天去，就冲着这个冼先生帮我这个为人民服务这么一个精神，我就明天还要去这个阿布康体啊，啊，就是这样的，就是小李的这个参加活动，跟大家玩一玩，乐一乐。今天我也是出了一身的大汗，啊。虽然呢，大家有点是像小丑一样，但是我觉得收获蛮大的，啊，这个基础呢，我在华美这个群众基础啊，比较牢靠，我自己感觉啊，就像个老大哥一样，啊，人家都让着我，兄弟姐妹们都让着我，让我三分，所以呢，我就不好再倚老卖老，以后就要收敛一点，海阔，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嘛。这个我这个人比较愚昧一点，总是按着一点，就在那个谁，江河说我这个他老顽固，有点顽固一点，老人家嘛都有点顽固，所以呢，适当的放松一点，啊，然后适当的收敛一点，啊，有收有放，这个将来人才走得宽嘛，路才走得宽，反正总而言之，啊，大海呢。因为在华美呢，就会把华美的这个激情就点燃起来，啊，华美呢也会因为有大海这么一个人啊而骄傲，啊，就像是西北大学一样，西北大学有李烨，有大海，就因为他们有骄傲，还有一个王岐山，就我们学校出了这么三个人，真的就是当今时代，还出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但我们已经现在是，
朽木不可雕也了啊，我今年74岁了啊，74岁，然后那个啊，以后的路不多了，现在只是在这个蜡烛那个这个泪烛怎么滴进这个这么这个泪始干，就是所以这个风烛残年了啊，那么就跟大家一起好好的这个走进夕阳啊，过好每一天啊，这个就是最大幸福啊。那个谁那个小周伟一呢还邀请我去去看看照这个枫叶，好啊，我要有时间我也去看一看啊。总而言之，马里兰这个地方呢，我有一份责任，把马里兰呢建成一个新的马里兰。我今天就给这个 Gersport 的那个市长啊提了一些建议，我说那个老电线杆子啊，在马路上的像蜘蛛网一样的形状，是不是能够撤了？将来这个在将来啊，有这个有经济条件搞基础建设的，把这个列进去。有一个新的地方呢，已经看不到那个在马路上那个蜘蛛网了。这不是有一首歌吗？那个拉萨那个逛那个这个逛拉萨嘛，女儿呢慢慢走，看看拉萨新面貌，就是那个歌里就在电线杆子长远，我们就现代城市已经很少看到电线杆子，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电线杆子，看不但是看到，在美国还有很多很多的电线杆子，很多很多的那个蜘蛛网电线，这就很落后了。所以说我给他几个建议。另外一个栽树的问题，我是一个自养厂的厂长，我对这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呢非常重视。我原来给那个奥巴马呢提出一个在那个宪法中央，他是 Dutton Bus 那个建设那个种上300棵那个樱花梅花树，因为中国的就象征着中美之间的友谊嘛，梅花是中国的国花，不管是国民党也好，中国南京也好，大家都喜欢这梅花。就是有一首歌嘛，叫做《梅花》，那个梅花啊，就是有这么一首歌，所以大家一唱起来就朗朗上口。说起来，今天我还有一个课，晚上8点半，现在8点了，再过半个小时我还上课，就上那个发生态的课。我昨天呢昨天做了一个视频，晚上我有两件事情，今天晚上一个做一个天方夜谭的视频，天方夜谭每天一个视频，这个我已经做了，我昨天已经开启这个活动来了，就每天我在这里做一个视频，就和利用这个视频方式呢，用 Facebook 呢就和特朗普啊和共和党啊进行一个互动，我讲我的一些看法啊，我的想法，我对将来这个对拜登这个处理这个问题的出现的问题和中美关系啊提出一个问题啊，因为你只有把握时局才能够跟上这个时代的脉搏，将来特朗普这个竞选的时候，我们才能站得住脚，能够团得起，唤起民众，才能够把这个队伍组织起来啊。原来那个共产党呢叫支部建在连上，我们就是建在社区，共和党呢就建在社区，在社区的每一个社区，华美啊 CDCC 啊，然后这个像我们这个沃森通尼亚 Tower 这个小区啊社区啊Rio 这个社区啊我既然生活在这里，我就将会成为这里的一个活跃者，不是一个老顽童，而是要为大家跟大家交朋友就像一个种子今天谁给我一个那个老陈咱们那个广东人那个老陈呢叫 Johnson 嘛，就说然后给我六个那个芦荟那个苗，我拿回来就这个李红拿了一盆，还有那个101的又要了一盆，俺总是拿回来就剩2盆了，那么我也是这个将来也是跟大家一起我觉得大家有互动啊，那个有交流啊，大家才有交集啊，大家才能够互相理解，理解万岁嘛
那个江哥他说要私了，要把我们限制在一个小的圈子里面，我觉得这个有点闭塞，不适合我这个人，不适合这样的一个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搞小动作，我是喜欢大动作大好，不希望那个搞拉小圈子啊，拉着拍戏啊，这个山头那个，这个山头的那个山头的啊，这个社群那个社群，我不希望这样的啊。台湾的人和大陆人都是中国人嘛啊，大家越南人也好，干什么也好，华人也好，大家对我都很好啊。也许是有我这个就是台湾生人的原因，也许有人认为我是在那个深圳工作，这个本身也是一个既是南方人又是北方人又是改革的啊，所以呢对各方面路子比较野啊。这个呢其他的就这些呢也是优点也是缺点，缺点就是要我太张扬，改革开放呢就是我们那儿的人一开始都是很张扬，一个从蛇口工业区都是工科出身的人都很张扬啊，这个是我们一个毛病。但你说有这个毛病有时候有好处，那个邓小平就说看准的蛇口人的看准的事呢叫敢于啊去冒险，敢于啊敢为天下先。大家从我身上可以看到啊中国改革开放的开荒牛是什么样子啊，深圳人是什么样子啊，改革的那个排头兵是什么样子啊，既然是老的这个江山易改啊，秉性难移啊，现在的时候呢还在这个习近平不是说我呢别干了呀，或者说哎呀跳跳舞唱唱歌 OK 了，咱们老了呀让年轻人去干吧。我呢我知道我老了，他们都知道我是糟老头子老愚公，但是我觉得呢在某些地方上，比如说我今天去活动我觉得我又年轻了啊。这有首歌不是正当我们年轻时嘛，那个不是那个挺好的嘛，夕阳红不是还有个再上夕阳红都在谈这个事情，就是要不要把自己啊看成很老，就看到那个我这个人就没皮没脸啊，厚脸皮啊，就像那个谁说的我这个人就是心大，叫大海呢，我其实我小时候人家光叫小海，后来就变成大海。今天就谈到这儿，反正明天我去一趟啊，去的主要是给冼先生呢啊一个感谢报恩，这感恩节快到了，因为我提出这么一个建议冼先生听了，尽管很多人不愿意啊，我也给冼先生撑个站站台，就像台湾的选举站站台。我在未来呢，这个未来的生命里呢，也就是给共和党站站台，给特朗普站站台。如果我的有一些一言这个，有什么一个 idea 啊 ，new concept 啊，有那个能够有什么新意，我在深圳的建议啊，或者我在华美这个一些实践呢、啊，你看那个这个上次照相就是一个实践，就体现了我们那个先摸着石头过河，搞一个试点，树立一个榜样，然后其他大家跟着学，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经验。我在这里也是给大家闯出一条路出来，大家也可以跟着我学。老人家不要把自己倚老卖老，是吧？老了之后就是啊，这个脑血栓了，这个血人也不能走，路也走不动，歌也不能唱。那不是谁那个拍那个电视剧有个比那个录电那个什么片子啊，咱们那个华美的那个什么燕子啊什么这样的跳舞，就像那个小姑娘一样啊，那个浪漫青春的那个小姑娘一样，那边一大堆那个糟老头子在那坐天聊天，动也不想动啊，这个一个比较它有比较就能鉴别啊，所以说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像燕子一样，对吧？飞起来，对吧？训练啊，所以那个人都是三人行则必有我，
逼我是，就从别人身上，我每天都看到别人的优点，得到什么那个，别人身上得到自己精神的自制力量。我今天就是把那个梦圆，我之所以今天大家能看到一些跳舞动作，一个是梦圆，一个是罗平了，他们一个示范动作，给我一些启发。我都平常没跳过舞，大家就像那个，就像那我都没有舞蹈细胞的，结果呢，我就跟着跳，我就跟着踩，这个硬着学，就像我那没有发声线，我这儿呜呜呜，哎，我今天就比昨天就好得多了，今天晚上马上我要上课了，我希望大家也学学唱歌，唱歌对这个肺活量也好。那我就谈到这里吧，也没什么重点，也没什么逻辑。今天叫就主要是，自然一点，大家可能会觉得大海那个人不是就是空谈那个，不是那个世界情那个马迹，是能干事的人，能干事。你看我照的相，大家每一张大家都满意，这就叫负责任。另外一个呢，我爱你，我把你们看成我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我并没有把你看成是我的竞争对象。哪些是义工，哪些是正牌军，哪些是那个张家军张秀发这个手下的一个义工，正是义工像我们这个既不是正牌呢，又是只是照照相，这野鸭子人们说，我们这是野鸭子，放个风露个脸，就是相机冒个泡，就是这样的哗众取宠的人。所以呢，就跳梁小丑吧。所以呢，大家呢也不要见怪，多了不行，一两个还是有一个一，这个华美有一两个的大还是蛮好。你大家觉得呢要不然我们这呢就跟那个养老院，你看他那个到你其他的身心身上，一个老人坐在那儿就等什么就口水都流往下流，对不对坐一会儿就打盹儿。这个我们那个社区华美不存在这样的现象，所以我就不愿意将来老了我也不去那个老人中心，我就死就死在这个家。这个就我跟我女儿说了，我这个房子我不卖不管将来是到哪儿，就是特朗普这个团队需要我工作，我也是住在这个我这个房子里就当一个国务卿也好，就是特使也好，我还是住在我这里，我也不需要其他地方当然我最初的理想就是做一个美国的公民奖的公民，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这公民奖的公民是我迟早都可以得，这垂手可得的事情，现在是需要我能够发挥我自己的光和热，把马里兰地区这个变成一个特区的重点，就是变成一个深圳，变成一个广东，变成一个我在这里呢起到一个，还是起了当年在改革开放起的开放牛，就提出时间就是今天，效益就是生命口号里面那个大海成长，我想我能做到，我已经有了这个系统的打算，我已经有了这个安排。另外我也会利用我这个影响，我可以促使帮助美国去促使大陆中南海国台办的人，因为国台办的人2007年我在这里全部人马我都见了，我在那发表一国两制不能解决台湾问题，大家都为之一振。后来我又在这里见过什么其他的所有的大陆的两岸的关系的这些学者，台湾的学者三民学会的学者，还有促总会这个蓝营的也好，那个黄埔军校的也好，这些都有我的徒弟，我也都是他们的会员我相信我在华府也能说服台湾所有的台湾人，也能说服所有的在没有到台湾来的绿营的台湾人他不行就到美国来嘛，美国是一个这个按照台湾关系法，他把你不当中国人呢，你当可以当美国的这个难民呢你可以把你收留下来，你在这里接受一下，看看这个美国是不是可以搞台独，美国是不是可以搞一个马里兰州或者罗德岛能够搞独立。经过事实这个教育这些绿营这些人他就蔫了，到了美国来，那个警察就
那枪的，那也不像大陆这个人，还跟你来他们会台政策，劝求吧。所以说，你不那什么的话，不老老实实，知道你规规矩矩拉了这不懂法律，是吧？你超越了，你再搞这个台独，这个 one nation indivisible， just 就说哦，就这个国家的这个一个国家就不允许你怎么样。这是林肯以后，南北战争以后，美国立的规矩，这是宪政。所以说呢，在台海、台湾问题上，台海这个问这个攻心的问题上啊，攻心为上，不是那个杜甫草堂有一句话吗？不审视则宽严节物，能攻心则反撤自消。啊，大海就是能攻心的人，大海能帮助特朗普来攻心的人，我就是将来是。我的目标，我现在的身份，我现在的角色就是特朗普，特朗普的助理。我原来在蛇口的时候是总经理助理，就美国的总经理的助理，啊，原来在一开始去的时候，我就是，第一家中外合资厂的厂长叫于德海，后来他是深圳市市委书记，市委副书记，还是组织部部长，后来南山区区委书记，啊，我就是他的助理，我在给我做具体事情。所以我在这个人啊，我不敢说我在华美我不可以，我也没兴趣，我也没那个精力成为张修发或者张玲的这些助理，我只能做好我自己。原来呢，肖淑娟呢办那个什么趣味论坛的时候，我发表了一个话题，就是做一个合格的美国新美国华人，这也是我给那个小布什提出一个规划，啊，就是新美国人、新美国城市、新美国形象。我下一步呢，我现在新美国人是从我的华美中做起，从我们华人社区，从我身边的人做起。那个新美国城市呢，就从 Gettysburg 的马里兰，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叫港叫什么港来着？那记性不好了，就是咱们马里兰州最大那个港叫什么港呢？巴尔的摩港。哎呀，这真是这脑子完蛋了，所以我这个老糊涂老糟头了啊。就这样，我还没吃饭，我就做一个视频，谢谢大家。